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收听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我们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小宝老师跟宝妹在这为你来服务主持。主持方面这部方面不清楚不了解，来6338601 6338601。阿伯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节目的时候，好朋友你不能忘记，今天是8月28号我们八月份的促销活动各位三期多上帝盖和优还有我们的这优钙树莓这个主宅告诉说好朋友你如果是有暑假的话别忘记了把握这最后的几天如果是下个月呢我们还有下个月的活动静待宝妹的好消息还有一项事情更重要麻烦我们的听友当然你不一定会经过这但是你最近若是经过这经过我们高铁的时候拜托的我们要有一个大看板给我们看一下有一个黄色的大看板说到我们十月份的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呢经过的时候稍微给我们看一下瞧一下因为那都是钱呢还真的是钱呢宝贝看到都是两个钱钱钱对为什么要用黄色呢因为黄色代表我们的玉米树代表我们德国厂商就会来啊但是黄色呢也代表黄金代表呢至高无上在我的心里是这么想因为以前我们的红地都是穿黄袍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黄色呢高挂在那里比较亮眼的一个色彩希望说乡亲呢你去高铁站的时候要接人客要送人客要接亲人要送亲人南来北往别忘了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活动是十月六号我们来进行的活动那时间接近一点点的时候就会开放给大家来报名好先讲到这里所有的活动呢届时都会一一做说明公告时间来老师我们来认真看一下题目了那有听友在问什么呢我们听友在晚上昨天呢特别跟宝妹交代因为我们昨天时间上呢较没多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把他的问题呢先请教一下阿宝老师他说他种的是北苍但是呢北苍最近呢照理来说他感觉说那分枝会较多今天不知道是因为气候的关系还是说什么原因都没有好像呢看不到看不到这种经营而且呢亲像有那种他说人说的是什么消悲他也不是说消长他说是消悲但是我在想因为我也没看到图片他只是用嘴这样跟宝妹交代叫我问老师看看可以关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分枝比较有的老师来这个分枝要有这个第一个就是无虾米关的一个意外那你一定爱用这个玉米树这个玉米树呢，就是目前来讲对于这个正常第一就是讲这个耐热这个咱对这个热障碍一个环节所以呢，伊较袂遐食烂啦这大概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在我们实际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里面也发现这个好哥真的还不错那么他只要如果是对到这个热虽然北苍跟奶热他病害比较少但是动不及我们刚顶一点钟在说这个做事就是要件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在我们这个婚姻观这边家占到地理但是今年的天时不讲介好所以天时不介好就靠咱人爱来斗爱对人的这个功夫爱来斗所以呢落雨落雨呢伊就雨水多这个时阵雨水多伊就较容易掉一个这个咱得拄到的这个卷叶根叶所以会叫小梅这种呢会叫卷叶炭疽病吼，咱长啊一个，这真济呐，看到这种呢，那无介严重，许啊小花呢 QQ 什么吼，因为你那是正经病毒伊的，这个飞鸟会较明显哦，所以因为讲这严重的时阵吼，你甚至规窟窿化白类都白类吼，所以因为讲这个小病，所以呢大概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物件真重要，就是讲也长啊灾吼。这个健康种苗的这个观念，这真要紧。那么进前啊，不啊，就把个和平有讲过，就是讲你这长啊栽提来，那不讲就把握如果没有很有把握，你长啊栽你就先甲浸这个亚脱敏用亚脱敏先甲处理过。
野肠啊来呢，啊，甲伊啊摇啊3000杯，吼，啊，像咧堵水安尼甲堵来浸咧，啊浸咧，过浸完了吼，啊放咧互伊。啊，比如讲你摕转来，啊摕转来，你都当然无白日嘛吼，袂使剃日头卡，啊放伫较凉的通风的这所在，啊你甲伊浸浸这个亚多棉吼，啊上少爱浸超过一半。留一下肠仔尾在关顶就好啊，一定要阴过迄个心尾，心尾即个肠仔早的心尾一定要甲阴过。那么咱安尼甲饲吼，用即个亚波棉3000杯，然后即个玉米素，玉米素即个时阵咱用500杯，啊甲搅搅啊甲浸。那么甲浸咧了吼，当然一定要通风哦，这点你唔通浸，即甲吸掉咧，怎啊像咧吹包啊，你吹湿气迄个分啊。啊，你甲浸浸梅了吼，摕起来，比如讲，咱甲浸浸梅，浸浸梅了呢，摕起来，明仔泡炸起来，咱就甲关起来，啊，关起来，互伊打伤打伤，互伊打伤打伤，啊，下晡时咱要摘虫仔时阵，摕去摘，吼，啊，你讲有个人就讲，啊，这无啊多浸落雨，无啊多浸，你搁加浸浸梅，浸，伫五工内底拢无要紧吼，天以内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嗯，但是你安尼甲浸过，啊，话讲啊，我甲淋淋迄个蕈状芽孢杆菌搞要紧，无要紧吼。你若是对于这个蕈状芽孢杆菌，这个有个人足排斥的吼，所以也不敢。虽然咱是希望讲你甲淋吼，就是三合一嘛吼，就是讲一个营养吼，一个玉米素，一个是这个治病吼，这个因为我唔知你唔知影讲摕来这仔有健康无健康，所以咱先予伊。这个病先来治疗嘞嘛，卖可以严重的时阵夹起来。那这个蕈状芽孢杆菌就是住这个预防下啊，那有病咱个有这个亚脱敏当个治病，吼啊，这个归根就是玉米素，啊，佮浸浸梅啊，吼，就可像咧输水安尼啊，可以输浸梅啊，但是一定爱摕起要打伤佮浸，吼，咧摕起来啊，为小可即防风，你咧浸的时阵。一定袂使吸收吼，因为肠啊，咱你浸无可能拆开咱的白细菌吼，所以一定爱通风的所在爱好。啊，若正经无法哩吼，用电风互吹吼，啊，互伊即个卖直接吹肠啊，但是即互伊安尼吹叮当吹叮当，那么这个效果也是会很好的。那么这种呢，即当讲因为伊钓钓了吼，伊钓即个炭疽病吼，即卷叶炭疽病。更有的这也更有也这个软的掉这软腐病吼，那么软腐病是乌尾开掉掉，所以变作真歹来改这个关顾吼，所以这里家伙人就以像朋友呢，你少做些这个参考掉吼，这大概就是讲你的处理的时阵吼，你的处理的时阵，当你来改做这个管理吼，这呢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只有咱做朋友吼，少做些这个参考啊。那么这当时啊，就是你去啊，较功夫淡薄啊，吼，这工课就是骨力的摕去食吼。啊，你讲我即马静落啊，我即马已经静落啊，要安怎？我即马已经静落啊，要安怎？那你用这个玉米素啊，配合这个啊，这种还是亚脱敏啊。那么亚脱敏你卖加重，你不要加重，卖加重，好不？那么卖加重，这些通常就是讲咱啊3000杯，吼，以为3000杯就3000杯，你照伊的这个倍数，你卖改加重啊。但是呢，咱甚至也当泡较薄不要紧，但是我就是要改转到大。啊，你转的时阵一定无头，一定爱转掉。哦，伊个无头爱会食掉，因为伊拢是为无头，其他无头伫涂骹底有时啊。啊，真济建议讲转即个百克明，百克明伫即个涂骹边有效，但是你无先灌一个无头，无先灌一个即个药，就啊不太好啦。那你若无头，若无，因为你灌无落，它大概就不太即个效果就无通讲介好吼。所以呢，啊，即伫遮来当我咱好朋友吼。啊，小做者即个参考的吼，所以大概呢是即款呢，即处理的即个方式啦吼。那么你定爱小好知影起来吼。那么你即个家呢，当我能提供朋友小做者即个参考的吼，所以大概呢来改即个做处理吼。所以即种呢，即个简单来讲吼，就这样子来给他处理吼。所以呢，应该都无什么款的即个问题。所以呢。哎，其实，你转这个亚脱敏，以后卖加重，无头一定爱转掉，甚至像你罐头安尼，啊，你先做配合这个
玉米素作为来用，因为病是控制一点，这个是可以控制得住的。但是就是讲你知啊，那是当先事先先做处理，不要后边较好做工过吼，不要加少好做工过。嗯，这是咱伫这个管理当中吼，可能呢，必须要呢，小注意这个。这个重点哈，那么就咱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先做些了解点哈。嗯哼，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的扣印专线。底下呢，欢迎咱乡亲多加的利用。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问题，都会当靠咱的扣印专线哦。继续来看徐俊才，伊问阿宝老师的问题是有关这。水稻田园内底有少侪青地的，要安怎来做处理？因为这个温度还蛮高的吼，这个这种因为咱就是温度高，啊，过来就是你要因为青地吼上好的这上简单的方式，就讲小花甲放互你啊打霜打霜，啊，互伊这个透风曝日一下吼，就真紧的就发多解。这个处理好势啊，但是哦，今年这种你黄啊薄雷较紧吼，这个买会拍打，这个是很困难的吼，所以啊，对这个青地这种呢的真济吼。那么因为咱有这青地，其实是代表的是咱的培训啦吼，培训这个相当的这充足，加上足济人真爱用这个。43来都有这个磷肥吼，磷肥的这个量真真悬吼，所以呢，这个造成尤其化学这种磷肥吼，这些物件，藻类呢，你得就容易来改这个增生，所以你一定爱用这个溶磷菌。我讲到磷肥个足悬呢，个用溶磷菌，你用溶磷菌配合个这个磷肥来减少，比如讲你卖用43。你用这个德一啦啦，还是讲一树枝啊，还是讲五合啊。甚至用四合啊，这种呢，伊个磷拢较低吼，量卖肥卖用少济吼，所以呢，这是一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所在。那么咱在做的时阵吼，真重要吼，真重要就是讲准讲拄到这个青地较济啦吼，这大概呢，上简单的一个做法吼，上简单的做法就是讲捞水泡打。就是你用这个方式呢是最快的哈。啊，我讲搞什么油啊糖用，然后还是这个有呢，特别生青地啊是安怎哈？这个那么是不是有什么草油啊，什么不必要哈？因为呢，比如讲硫酸铜哈，这种物件其实是可以的啦。但是呢，刚好这个必要哈，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呢。最主要的是讲，咱注意这个水分，哈，注意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啦，哈。那么上重要的这个重点，哈，上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那是看到苗啊青地较济，你就是爱改这捞打啊，少捞较打少化，哈，卖不时淡落落，哈。但水稻呢，尤其晚冬，哈，晚冬咱咧播会冻的些范围内底，会冻的这范围内底呢。小花互伊即个万袂使哦，卖甲堵掉咧。啊，你互伊剥落了，你甲放互你啊，较打伤。尤其初期吼，迄阵黄啊细长，啊，你啊互打伤。啊，有日有你啊那拍咧吼，伊个一个即青地就较袂压起来，吼，伊就较袂压起来。因为你那阵不是淡到落啊，即个肥分够高，吼，肥分够高咧。那么即种咧，即个可能咧得。尤其咱咧落即个肥吼，你讲像磷肥吼，咱伫溶磷菌吼，伫土卡底咧。有一个这个调控哈，你后面你看热热的43磷较悬，还是讲有个人这个甚至呢惊磷伤悬，搁落39啊，这热热了，伊青地愈高发，吼，这所以这个磷肥袂使落伤济，吼，该控制为这个好势吼。那么尽量吼，伫晚冬因为这温度悬吼，早冬因为咱细长的时阵，迄温度较低吼，迄种这个青地啦吼，还是讲这个有呢。这真歹来甲伊生起来吼，这迄阵温度较低嘛。咱那是伫这个，当这温度足悬了，伊咧生这速度就足紧嘞吼。所以咱就是这个黄啊落去了呢，一定爱管顾好势吼。这尽量呢，小快，就是小快，互伊这个水漏掉吼，互伊小拍一下吼。就是讲你唔免惊拍啦，这小快了后较打伤小快，不要紧吼。因为只要表面打伤，咱下骹还阁有这个淡淡，啊，就不要紧啦。互伊小拍一下，拍一下了呢，伊就有这款呢，这个效果啦吼。所以呢，
即款即个大概呢，会当互咱好朋友呢啊，小做一个即个参考着吼。所以呢啊，即、這个伫咱咧用吼，啊，有个人讲用草药啊吼，这个啊，这草药啊呢，这也不也无建议啦吼。那么因为这种草药啊咧用的时阵吼，真容易吼，真容易呢去啊去影响，就是讲控制一个即个不好势的时阵呢，那么会去影响到即个水流，所以呢。通常伫即内底啊，不啊，就较无建议吼，比较不建议啦吼，较无建议讲咱去改即个用即种诶、特别个针对即个杀草剂吼，去甲用去用即个杀草剂，因为即第一就是讲成本啦吼。那么啊，你杀草剂你甲用落了吼啊，咁虾米的即个药呢？这个也不会吼，也不会说马上呢就啊就有这个效果。哦，这因为杀草剂，伊那是有呢，改冻掉嘞，啊，伊这产生孢子化，孢子化是有，还是会，所以他无这个比较，咱他无讲，就比较不喜欢，哦，不喜欢呢，他不爱去用这种的这物件呢来改这个啊，做一个这个处理，哈，这种这个杀草剂的这部分，哈，那么这可能呢，他无讲真建议啦，哈，所以。底单也会剩尽量，就是大概不要去用这些哈，这个不建议哈，不建议去用这种的解决物件哈。那么底这个水稻田内底，其实底饲鸡啊哈，他们会用一些啊，比如讲像用这种有一些这个哈可以去使用哈，但是呢。这种有呢没有必要哈，因为也成本呢真高嘛，所以呢，咱得啊不爱去用这款的这个物件哈，所以以杀草剂上哈，这咱较无建议，无建议。好朋友呢讲，哎，过去特别去用什么款的这个杀草剂啊，是什么款哈，真的也没有那个必要哈。那么主要就是讲控制这个水分哈，你只要把这个水分控制好些呢。那么以通常呢效果呢就会很好哈、哦，那么唔免讲特别呢去用什么杀草剂哈，那么没有这个必要了哈、哦。啊，你那是知影讲，比如讲今年咱有这款的这个啊，这个药呢，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稍注意者哈，控制这个水分哈、哦，那么注意改留啊老大过来就是讲，你爱做这工作就是这个。你落肥的时阵，就唔能够去落迄个三十九啊、四十三啊，吼！你会当落四盒啊，你会当落即个五盒啊，还是讲落一束子啊？那么，甲即个磷的即个量呢，来改即个减少，来改即个量减少。那么，尽量那是讲水较充足，比如讲从即阵啊落雨，那么你规气就甲即个水呢，甲推掉吼。爱落雨啊，互伊去流掉，卖互伊积水。话讲缺寡水，我唔免。对吧？啊，你若是要捡我水，尽量伫落雨的时阵，雨也当流动，哦，有些款老叮当，有老叮当呢，啊，伊就较容易呢，有这个透气性就较好，透气性较好呢，伊这青苔等到就较不容易起来，所以呢，这点呢，当我咱听众朋友小做姐姐了解着，所以这个呢，没有什么过度紧张，哈，啊，但是就是水分，哈，水分你管理的时阵呢。小块来改，即个注意到即款的这情形，然后就讲啊，反正，那么有的用硫酸铜效果还不错，效果还不错哈、啊，但是呢，不必要哈，不必要哈，因为我感觉讲只要甲泡打的好啊哈，就是给他啊，即、這个啊，有的用这种什么青地药啊，有利用啊，青地药啊，通常是一寡即、這个。类似像即个洗碗精这种的，即、這个界面活性剂，就是讲抓落了啊，和即、這个有。这青苔吼变作无法度透气哈，这物件去甲撸，我感觉讲唔免遐尼啊辛苦啦，唔免遐尼啊辛苦啊，所以呢，就是讲你啊放我你啊打一个消化，这一般来讲呢就很容易哈，真容易改这个关节掉咧，所以就你小做姐姐参考啊，嗯，来63386011。63386011，这是现场的可以转线电话，欢迎咱乡亲多多利用。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问题，伫拜一到拜五暗头至两点钟，隔天工咱透在4点至6点，上午咧8点至10点，这是咱网络上
重播的时间。好朋友在收听的部分有疑问，都可以打公司的电话来询问，056323469，或者是6326370。好，再来看吼其他听友的这问题。老师继续看的是咱的柯玉清，伊问的问题是有关的咱这几天吼，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这膜啊、这油啊呢，拢怪怪。喷又喷蜜洛宝加沃利钙镁，敢有适合？是不是？算讲吼，安尼吼，会不会吼？因为落雨呢，这氮吼会较侪啊，沃利钙镁搁加加落去呢，会好这氮素伤过头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氨基酸的产品加钙吼。到店来使用的时阵，算讲泡做会诶结地。那蜜算讲有蜜索加沃利钙镁，敢会露出？再来就是有关这施德普呢，膜啊阿无生出来进前，是毋是会当喷？膜啊生出来了一个茎草，是毋是会当喷施德普？丁基拉草加施德普差别伫倒位？金地拉草哦，拢会当吼喷洗出来食作物吗？这哈、啊、一个甲咱好朋友吼，小、哦、做者一个做者一个刷饼吼，这个膜啊吼膜啊，咱讲的这个芝麻啊，啊有的人叫做胡麻，哦、这个、胡麻，够一种胡麻是叫做亚麻，亚麻啊炸麻叫做胡麻，所以但是这亚麻因为伫台湾无人种。这个东西呢应该是没人去种这种东西，但是这个也是叫胡麻，所以这个有当时你若是看有的会去把它混掉，但是这个不差啦，完全现在呢这个亚麻呢在台湾可能很夯、哦、这亚麻籽啊说到这个多健康多创啥、哦、这个好像也对、哦、这个亚麻仁油这个东西，这个呢好像叫做超级食物，知道就好。但是这个膜啊，吼，这个咱今嘛讲的这个膜啊，吼，胡麻，胡麻呢，这个膜，这个在咱台湾里面，这个这几年好像也比较有意思哈，大家要想要去种。那么膜啊，怕水哈，所以呢，这个它非常的哈，这个尤其咱那是咧种膜啊时阵呢，一定要小注意的哈。这个今年那是种膜啊，吼，那么这仔啊，伊呐都发起来膜啊，吼，这个。啊，伊足惊一个，即个伊是伫个较干燥的即个所在吼，就是讲伊固定的一个即个有呢，因吼非常惊，就是很怕吼，很怕这个即个去啊去拄着即个水吼，所以呢，好比有你一定来小知影一个吼，就是讲咱伫即个管理上吼，一定来小心吼。那么因为伊即个伊袂使正常换嘛吼，即温度呢上过头低的时阵。你就要大吼，所以甚至开花也受分不良，所以通常伫泰国吼，一直种到即个韩国吼，到日本拢有吼。那韩国咧种的时阵，他们是集中在夏天吼，因热人的时阵会种一堆即个膜啊，因为这物件它的味道很受大家的这个喜欢，但是伊惊水吼，所以咧野的时阵，那么伊若是讲拄开始吼，拄开始呢。啊，伊袂使，你爱知影吼，那是早冬，伊袂使上早点吼，因为惊寒吼。那么你若上晚点呢，拄着这落雨，开月时阵拄着落雨呢，就不太适合。那么伫咱秋天即水来讲，还有七八月啊，即只只吼，上热伊怎啊不好？那么即个八月，即、這个差不多即个时阵吼，八九月即个时阵中，八月中下旬到咱九月吼，尤其即马讲的是即个云林以南吼，北部你可能爱较早一出来，袂使上晚点。一般来讲，就是讲白露前，你得爱点了吼，所以一般这个时阵是足适合的这个时间。啊，不过伊点落了，伊真惊水吼，所以呢，爱着啊，这个打伞吼，这水呐较侪的时阵吼，伊就容易着这个啊，水比较多的时候，伊这个水分咧出个时阵吼，通常就是讲，伊差不多七八十的这个水分是啥物土提起来，你小可甲垫落吼，啊，出大甲垫落伊这個。手旁这个所在水会顶落来吼，这种物件吼，啊，这物件啊，这手袂讲安尼作用的吼，这款的这水分呢是上适合的。那么一起来了那是雨水多，所以种膜上好是爱拔过啦吼。但是咱这几年拢无风台，雨水较少，所以大家无啥要紧。
足侪拢种平平，种平平足危险的吼，因为伊足惊去拄着水的吼，尤其伊有两个阶段，仔啊甲开花的时阵，伊若是要开花迄段时间拄水，啊伊就会落去啊，甚至呢，伊也就容易出问题吼，所以。伫个时阵，水分爱了，放我了，大较大声小挂，所以这个时间你看到这叶啊怪怪，这叶啊怪怪呢，这应该是这个堵水去的，所以我是建议讲是有必要，有必要就是这个侵害绿藻哈，这个啊看起来是要搁还好啦，就是讲伊个掌心呢啊叶啊小挂怪怪吼，这有一点缺钙啊，为什么也缺钙？因为堵水啊，这水分伤过好济，你若放我了，较大声。一定要注意吼，即个互伊留啊较大声小挂吼。那你只有两个起来，大概就较无问题吼。所以你互伊留啊较大声咧，应该即个状况就好真济啊啦。所以，然后你还需要注意者吼，那是即个白心白心吼，因为这堵起来你即、這个这个好像有一个，就是讲伊堵水啊，伫满是堵水的时阵吼，伊个叶啊白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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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缺铁吼，所以铁定镁你若有咧，也是讲有即个微量元素，咱有迄、那个。维力多这种的这，啊，你得当配合来改用。那么这类材料呢，那么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哈。那么你咧干嘛讲是不是这个叶哈？那么落雨啊，氮很多，氮很多就会缺钙，所以你这叶啊，得会留啊，呢怪怪哈。那么这个氮呢，只有那么一点点，沃利钙镁哈，这个啊，伊是一个对着咱啊，仔啊一个这个初期哈，这个仔啊这个初期呢。那么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物件吼，它氮呢啊大概只有10%，而且伊是这个很容易吸收的一个这个硝酸钙氮吼，然后伊这个钙呢大概有15%吼，那么还有一些镁啦，所以这样物件吼就是很适合它吼，非常适合伊你这个宅啊这个时阵来用，所以你这物件呢就不太应该是不会的吼，所以。应该不是这个氮伤高的这个问题，那是堵水器的这个关系啦吼、啊、所以呢，你可能就是讲要稍来改这个注意到。那么伊这布雷了这个时阵，因为咱知影嘛，伤高、伤热、伤焦、伤淡，这种拢较容易的一个这个缺钙。那么这种缺钙呢，最主要你这很主视你这个缺钙上表现起来是不了啊，有些点啊缺钙吼，血、哦、啊怪怪啊 ，Q 了 Q 了。那么这种 Q 了 Q 了这缺钙呢？啊，这个最大的这个原因是因为高温哦，甲着这种的这个堵水哈、哦，水分伤过好侪，要不算堵水嘞哈、哦，所以这打伤哈、哦，那么这个呢效果会好很多，这布雷料应该真紧哈、哦，那么这个不容易缺钙，新买呢啊、哦，这个也都还很不错的哈、哦，所以呢大概呢是这款的这情形，对嘞。那么这个配合来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好，那么在这个咱咧讲这种氨基酸然后是去以后呢，伊的这种产生吼，这个跟导灰这款的一个啊，这款的这情形，这个呢会有一个这个电位这种这个吼，就是啊，就讲类似吼，那是蛋白质啦，特别是蛋白质吼，蛋白质诶，这个伊也是氨基酸吼，就是不太容易吼，不太容易去沉淀吼。啊，但是就是讲啊，咱伫这个蛋白质诶，这个有呢，那么它有一种，因为蛋白质本身有一个胶体诶，这个性质吼，所谓胶体就是讲伊啊，迄、那个伊诶。会起做伙啦吼，因为这蛋白质的这量呐是较大的时阵，那么有可能就会达到类似像迄个胶粒吼，那么也较容易吸水。蛋白质的表面就一挂类似像这个水膜，然后也这个啊钙啦，就把这两个给架在一起，架在一起的时阵，就把蛋白质呢一直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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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伊就有可能呢会较容易。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这个沉淀啦齁。那么一通常是比较暂时的这个集合在一起齁。一波弯转这个。啊你要给拉丁当它其实你要给搅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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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流动的时候呢也当去给这个处理出来呢齁。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齁。那么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有法度比较较容易来改这个沉淀齁。那么这个沉淀的时阵通常是一个蛋白质分子的一个叫做凝聚作用齁。你容易来对啊有一个蛋白质的沉淀。那么这个东西当然你那是蛋白质那是变性齁。比如说像咱本来这个鸡卵清的对吧啊两倍齁两人拢清清。
啊，变这个变用剪用剪去甲处理的变什么物件？用剪去甲处理，就变做皮蛋，对吧？啊，皮蛋是不是就剪起来？你免甲注意的剪起来。哦，这种呢，就是蛋白质的这个这个碱的这个啊，可以变作这个蛋白质变性，爱的容易的这个这种呢，就变作这个蛋白质的这个这个沉淀。好、哦，那么但是呢，就是讲的啊，因为咱蛋白质它本身有这个爱电的结界关系，所以啊，假设哈、哦，假设伊哪个都掉这种。特别是钙或者氨有那种氨，然后硫酸盐硫酸氨特别是这硫酸氨累积掉呢，它就很容易让这些东西聚合在一起那么并说硫钙啦还是说这个硫酸之类的那么有硫酸根这种东西，那更容易哈，这些东西呢，这个根根做伙，那么根根做伙呢，就会有这些这种之类的就比较容易呢产生这个沉淀。所以一般来讲是大分子诶，就比较容易产生沉淀。所以那么氨基酸哈，并公那里这个米诺宝，米诺宝属于比较小分子诶，这个植物性氨基酸哈。所以第一呢是用这个沃利钙镁，这个不太会哈，不太会去沉淀。因为这里底伊诶这个氨离子很少哈。啊，你哪尊公有这个大量的这个氨离子诶时阵。并说你这个肥料里面有大量的氨离子，有大量的这个钙，那这个氨离子呢会加速，因为那东西就容易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那种倒灰跟起来这种的这个情形，那么它是小分子，所以要让它聚在一起不太容易沉淀，所以很多所谓这个蛋白质也跟起来跟倒灰，那么基本上呢它不是这个，它那不是伊迄通常就是较大分子诶，这种物件的较容易呢，即个跟倒位。那么即个米诺宝呢，它是一个小分子哈，小分子呢，那么这块呢，即个有呢就比较不会哈，比较不会了哈。那么即个大概是这块呢，即个经营的嘞哈，所以就有咱好朋友呢，那么小啊做即个参考哈，就是呢啊，咱伫即个管理的姐姐当中，就是。你也当小知影到，所以基本上呢是这款呢这情形啦吼。那这当我们听众朋友吼，咱听众朋友呢小做者这个啊，做者这参考，所以呢它不太容易呢产生这个沉淀啊。啊，但是白种呢这个药我唔知影哦，有当时啊你咧是啊硝酸铵钙吼，你啊硝酸铵钙呢，那么这个米诺宝。更固了哈，你若讲随拉随用也不会啊，但是你若是更固呢，也是有可能的啊。啊，是讲你这个肥料内底含有硫酸根，比如讲你用硫酸钾以下面物件，那么硫酸钙哈这些物件呢，啊，这个粉啊哈，这些时间啊累积了呢，这种物件去拉，这也是会沉淀哦，因为硫酸根很厉害的，每个零的看就容易造成，比如讲像咱咧做导灰，做导灰，咱咧用下面用酒哥对吧？咱咧这个。用人咧食的这种这个石膏粉、石膏哈，那么这个石膏是伫中药内底哈，这个中药内底有咧用哈，白虎汤哈，那么这款呢，这个有呢，这石膏哈作为做咱啊，做咱药啊咧用的这个物件哈，所以那么伊这通常就是用这个药，那可以啊，这哎怎么讲到那个去石膏石膏？有个也就容易沉淀，好一些硫酸钙哈，石膏就是叫做硫酸钙哈，啊硫酸钙呢，以本身哈，你讲拿着这个你最低的时准哈，啊，以黑含会有一点点部分溶解含蛋白质啊，是氨基酸这会啊就会产生这样，简单一般这个用这个石膏的这个机会较少哈，用石膏的这个机会较少啊。但是有哦，这啊，但是这种的不可能去做药品嘛，吼，石膏一般拢是粉啦，啊，但是有的人填掉伊个冷淡的这种，它也是会沉淀。但是这个啊，米诺宝伊是较属这种氨基酸，哈，就比较小分子的这些物件，就比较不容易去沉淀，哈。这个好，好朋友，哈，小做者这个啊，了解到哈，所以呢，这有咱注意听众朋友，哈，你小做者这参考，哈。那么在这个膜啊吼，咱咧种膜的时阵吼，大概呢就是，杂草的这个这种管理啦吼，这一般来讲呢啊，
这个还是困扰大家哈，这个因为，真侪人看到这种草，大概就啊，这个很难，就是会觉得，反正呢，就是上盖好的一个这个方式呢，那么就是这个目前呢，可能就是啊，利用这种拉草，对，那么落雨天尽量卖用这个石东坡啦，哈，这些物件。那么这些物件呢，可能较少人去用这款的一个，因为这个啊，石东坡的一个伊效果，加着这丁基拉草哈、哦，那么伊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机制无啥共款哈，所以那么你若总共是这两项咧用，大概较无讲遐尼安全哦，所以因为丁基拉草哦，通常伊伫这个幼芽哈。还是讲最主要是硬来改这个吸收哈，那么吸收了伊的这个较敏感，也去抑制这蛋白质的这个合成哦，所以也爱小看这个淡淡。那么一般伊这个包括化学啊，特别是一挂碱药的哈，这个呢，咱像伫水稻田内底呢吼，那么啊，咱真济吼就会去用这个丁基拉草、门前杀草剂哈。啊，但是对于这个药来讲吼，伊啊，这个针药的吼，化药的这种呢，啊，大概呢能够去抑制这个杂草，通常就是讲伊土壤的去吸收。那么伫这内底啊，这个啊芝麻吼，这种呢大概还好一点点，所以呢，咱通常会用这个药吼。那么斯德普呢，就咱伫斯东坡，咱伫咧用的时阵。啊，你还是要注意着吼，因为这作物吼，对伊的一个每一种草药啊，一个敏感程度，这个无啥共款吼。那么伊伫细胞分裂的时阵吼，伊这啊，对于这个形啊，这种就是所以，伊一般那时候呢，就效果也可以啊，但是呢啊，这个膜对伊较敏感吼，所以一般咱通常种膜呢。好像没有人在用，不得用这个石东坡，用这个拉草还是这个啊，这个丁基拉草哈、哦，这物件呢，那么它还好哦，所以最主要，这因两个这作用的这个原理哈、哦，拢是差不多啦哈、哦，就是讲啊，在作用上的这个原理呢，那么差不多哈、哦、啊，但是呢啊，这个膜啊哈，膜呢啊，以这个药呢，就是。也对这个药啊，一个这种抗性、耐受性不啥感官哈，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呢是不去用它的哈、哦，所以这个差别的这个所在的是讲膜啊跟敏感呢哈，所以伫这个喷出来了，比如讲，当喷出来这个做不袂使哈，这个啊，这个你袂使甲喷掉哈，这个咱是。喷到这个心肺，还是讲你用的时阵拄到这个落雨，那么这个物件呢，啊，这个就要稍微小心一点哦，你一定要稍来改这个注意点哈、哦。那么、这款呢，一定要真细意，真细意哈。那么伫这家家人好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哈、哦，就是袂使予伊这种。就是尽量不要去喷到它哈，以及膜啊，对于这个草药啊，吼啊较敏感哈。那么咱咧用草药啊时阵，爱相当的一个细致哈。所以目前呢，大多数咱咧用吼，就是拢会用这个中根啊，吼，就是讲我如搞底啊，我长麦去甲喷掉，后门啊，咱啊用一个罩子来盖掉咧。那么小块甲喷喷，啊，这会使吼，这种呢无啥要紧，啊，但是袂使去喷到脏，袂使去喷到脏吼。那当然那是伊发出来了，比如讲啊，这个脏呢，已经发啦，差不多一个程度啊，脏咧发臭嘛咧发，对吧？啊，咱脏那是整理过吼，那么落肥啊，甚至呢吸，这个会去镜头嘛吼，就是讲中根清土镜头，啊，你来镜一遍，这草甚至个看一盖啊，迄阵来的伊就大起来，大概就没有什么啊太大的一个关系吼、哦，所以。那么落雨的时阵吼，这个时阵天气无介好，咱咧用这杀草剂爱做细致的吼，因为这物件那是啊，你甲用落去即马那是下伤深吼，那么应该就是讲爱真注意吼，这个不太好去操作了吼，所以呢，落雨天咧用，因为咱咧用这草药啊吼，希望讲迄个草，因为草咧发足紧的吼，
所以出来先去动到，先去堵到咱表面迄个膜啊时阵呢，那么刚好就被拦截到啊，这是这个原理啊。咱系做不得换的方向对操对较袂掉啊。那么所以咧用的这个药呢，就是伊会靠一个这个耐受性吼，所以咱建议用的吼，就是拉草吼，这十德补是东坡呢啊，他无讲真建议啊。你咧用的时阵爱细致吼，假设你那种啊，我都出来，我无去喷着脏，无喷着脏，就较无要紧，但是落雨，这那是去会淹水吼，这个呢也是不行的哈。所以呢，这咱就好朋友吼，你小做一下了解着，登记拉草，这生出来袂使喷吼，这拄发出来细长细长，你甲喷着呢，它还是受不了，尤其伊个生长点，伊个这个啊，这个冻袂掉，所以这有咱好朋友吼，小做一下参考着吼，这大概是安尼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那么提供给你小做姐姐了解，好，来6338601 6338601，这是现场的 call-in 专线，欢迎咱乡亲多加的利用。有无清楚、无了解，都会当卡咱的电话。好，老师看一下阿中，阿中呢又传这相片，这相片就是这冰冷的又。算讲伊个手掌啊，毋是讲较大吼，是幼鼠的时阵。伊讲伊这是着什么款的病？伊个胸呢？那像有点一点一点黄安尼。啊，有是大鸡啊。这个成功，这个定点，这个部分，然后来讲，你看到这个管顶吼，那么该先有这个一点一点一点这种吼，这个呢啊，比咱这个槟榔来对吼，就是在槟榔里面呢。那么比较容易知道吼，一挂这种这个，类似像这种橡皮虫之类的吼，这可能是有糖去加啦吼，所以目前有这种啊有这些吼，就是一些比较属于这个小只的吼，它细只的这类。那么比它细长的时阵吼，注意看吼，应该有当时啊看会到吼，就是讲。啊，伊个一个，即个伫基部迄只遐吼，基部迄个所在，那么也看到即个有当时啊，伫叶柄啊是虾米款吼，啊，也安尼流淌流淌，注意看买下者吼，因为伊迄个打气吼，并讲咱迄长个打气啦是安怎，那么伫木头即个所在，真有可能就是有即、這个啊，即种橡皮虫即种的吼，即、這个细细只吼，即、這个小橡皮虫去危害，所以。一般通常伫细长的时阵，定期加保护吼，即固定时间去甲洗咧洗咧吼，减少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啦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这个叶子管顶，即因为伫咱许种伫这个槟榔内底较容易去看到的一个这个，那么就真容易吼，真容易去。就挂像这个什么犀角金龟这种的，这吼，就讲这个鞘翅目伊去生卵啦，伫迄个木头，迄个死吼，迄个啊，而且也去甲搞这种的这物件，但是这看会到，有当时啊，你看会到这款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应该是像这叶啊管顶吼，叶啊管顶呢，会看到这种吼，这有时啊，这种小鸡甲，这有一挂这种虫吼，这种红胸叶虫之类的这物件吼，所以不确定是虾米款的这种有，那么这种虫，但是呢，就是讲还是要这有可能是这个虫害吼。那么这虫害呢，并讲像伫你这叶啊顶管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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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这种，因为看袂出来是因为单纯讲第一张相片吼，这一点一点一点这种吼，那么这种应该是。有一种这个什么虫叫做，让我查一下哈，反正就有一个虫哈，就是它会去咬它，啊，伊个加过了哈，伊个呢啊，这叶啊管顶，哎，有当时啊有一个深的，啊，顶管头一点一点一种啊，迄个黄色的一个斑点呢哈，那么这种呢叫做香蕉的一个香蕉花边虫，这物件会记什么哈？对，应该是这个没有错。那么伊去甲打过，所以有足侪种的一个，伊去甲食食迄只遐个小花呢，白吼。所以你附近是不是啊？有这个有种迄种金蕉啦，是啥物款吼？那么这款呢，一个有，
那么这种所谓这个花边虫，有的叫做什么菌配虫，是什么款哈？那么大概呢都是这些，有些花哈，有一种迄、那个。迄个白色的一个这个斑点哦，小花黄白红白这种斑点哦，一点一点一点。那么这是你第一张这个照片哈、哦，这种呢就应该是这个香蕉花边虫这类呢，那么去咬它，所以这应该大多数是这个虫害的哈、哦。所以呢，严重的作者来的是看到这款呢这情形。那么伫这个木头这些所在哈，木头这些所在呢，伊个叶啊较严重，已经有诶可能伫木头，只只有虫去甲加，那虫去甲加呢，伊就容易得这个疫病哈、哦。那么伊个一个这种甚至有一个这个叶枯病啦、啊，还是虾米款的，就讲、是、因为咱有这种有去甲加嘛吼，所以那么伊个这种被害，然后就得了、哦啊，你那是长筋健康，那大概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第一哈，那么你一定爱改啊，去改这个处理要好些哈，这处理要好些哈。那么这个，因为槟榔哈，有的人会讲啊，这木头烂去叫做基腐病哈，这个你这个基础的这所在烂去对吧？所以呢，就叫基腐病，那基腐病或叫根腐病或叫茎腐病。那么这种物件吼，这种物件呢，这最主要吼，最主要呢啊，就是这种类似吼，有一种是会像发像灵芝这种的吼，这种这个感冒，但是这个下下药啊，这个落啦吼，会落叶会打叶，那么这种呢，这个基腐病，那么够一种是这个疫病吼，这个那么这种基腐病吼，这个用通常咱类似像三泰芬、三德芬吼，这个。这个灵芝病这种的这物件吼，这是咱伫细长的时阵吼，这甲大长拢要去下啦吼，唔是讲干那细长会得这个基腐病，那么连这个细长啊较大长一点嘛拢下，啊这真歹去判断吼，所以你爱看嘛，就因为你无甲压开嘛吼，那无甲压开的时阵呢，那么真歹来家去看到吼，所以一般那是讲像咱伫这个疫病来讲吼，并讲像。伊那是伫即、這个啊，长卡只只只吼，长卡只只只有小花上去哦，啊，注意去烫掉这种呢。那么也长，尤其长吼、哦，这幼崽啊时阵更加更加重，所以真济伊拢会是掉这个基腐病，搁掉这个啊，搁掉这个疫病，就是讲当一长来得这两个加难兄难弟吼、哦，也是唔知是先掉基腐病，为叫灵芝病吼、哦，因为伊会发灵芝出来吼。哦所以有的是这个较老长的时阵，通常是较偏这个灵芝病。啊，这灵芝病伊若得着了，因为老长对疫病较有抗性。啊，若栽的时阵就容易得这个疫病哦。所以我会讲啊，这个怎么办啊？哈，这啊，今嘛栽啊是大概是什么病啊？要安怎来改这处理哦？所以你同先处理。那么虫咧处理的时阵，吼，你咱虫咧处理的时阵呢，啊，你得当得讲罐头，吼，罐咧啊这啊用这丁基加保护下一挂这粒子嘛，吼，你去甲下一挂。那么伊这个叶啊，吼，比如讲木头伊只遐，因为你家压开看卖，就是你这应该是我个人的这个判断，吼，就是讲较像这个应该唔是基腐病。生这个疫病，因为细长的时阵，伫迄个木头的小花丛叫滚水烫掉，那么开始的黄叶的落叶啊，为迄个伫木头伊只遐一直烂，啊长得一直软烂落去啊，这种呢，这通常是这个疫病。好，那么这种疫病呢，咱咧用的时阵吼，这个药啊吼，大概就是这个小灌一下吼，这个很容易去处理它，并讲灌这个亚国民吼。那么这种呢，你这个木头的这个所在，那么你小花来改这个罐罐的哈，这个很容易去处理哈。那么这栽的时阵较容易丢掉哈，这较大长的白啊，长迄个所在呢，通常就是类似像这种根腐病这类的一个茎腐病哈。因为你这栽啊，那是有这种疫病，伊后盖大长的就容易丢这个物件哈。所以你平常你当灌这个亚磷酸。氢氧化钾是虾米关键的物件吼，所以啊，这个就较容易去造成，比如讲疫病吼，伊个软筋，伊个这个叫，那软筋的时阵就叫做根腐病，啊，那无头软筋的就是茎腐病，啊，实际上拢是虾米拢疫病，即亚脱敏啊，那么达美芬、亚脱敏、伊德利普克，即个沃比巴克哦，即种拢是，啊，伊软吼，到尾也臭臭，因为伊个得细菌性软乳病啊。那个另外一种，就是讲伫即个长吼，比如讲你若是即个
人你家破开吼，内底那是无臭大，就是讲家己在遐呢，啊，伊迄个维管束的这所在，无安尼一丝一丝臭大臭大这种的这個。这一般来讲吼，得疫病，这灾啊较容易得。啊，那较大长的时阵，伊会翘起吼，伊会小花，啊，伊死去也生，会发灵芝这种的，就是这个肌腹病，啊，这肌腹病得较歹处理了吼。那么一般来讲，伫较大长的时阵吼，就要很小心。这起码啊，这个三德芬、三泰芬这类的，这类、啊、这种吼，这类用药，这类那么的小花还有一点点效果，但是这是预防啦吼，这袂使。这种可以，这个叫可以夹起来，你那是叫可以夹起来呢？啊，这个就很麻烦哈、哦，等于讲这种这个用药哈、哦，那么就很不好去处理哈、哦，这种。那么，所以呢，但是讲像这个椰子哈、哦，这个椰子啊，哈、哦，还是讲槟榔啦、啊，哈、哦，这种拢会哈、哦。那么这种呢，有的人会甲灌这个，并讲地往来哈，灌什么？啊，这些什么药啊，我不管。这其实三泰芬、三德芬这类的这些药啊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对位啊、哦。还是较大肠啦、啊，小肠你这阵钓钓的哈，这个物件呢，大概那无什么款的这个意外、疫病的这个机会哇。所以有的人会讲啊，我敢会当兼那个管可以啦。这物件呢，其实你刚刚小肠哦，其实你那是有刚刚亚波明的对啊，哦，因为一些肌腹病哦。是一个时间要真长，那个时间要拖很长，拖两三年、哦、啊，所以麻烦。就是讲，咱看到发灵芝出来，就已经拢超过三年以上。那么肌腹病有一个较特别的这所在，就是讲，你也看到伊那从会安尼尿尿皮尿皮，那有一种那呼一种的这物件，唔是汤晒哦，所以你这爱安尼来较紧来处理吼、哦，换一个啊，一个糖药啊，吼、哦，一、这个。那么除了拄则讲到吼，就是讲，因为这家家可能较堵水吼，所以你要注意吼，这个细长的时阵真惊堵水吼，所以你要这个小管节啊处理好些，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当个咱注意，就比如你小做了解啊。那么叶啊，迄个部分呢，那么这个是一个香蕉哈，研究的一个。咱咧讲诶吼，就是在伊诶即个病害吼，虫害啦吼，所以威亚种啊，但是呢，迄个叶子第一张相片一种叶子呢，啊，可以确定应该是那一种叫做香蕉花边虫。即类似吼，类似即类诶，还是讲一寡小橡皮虫，即种 A 吼，那么一定爱甲即个药啊呢，反正做伙甲灌灌诶吼，即个咱咧用诶吼，大概加宝丽啦吼。是讲像罐头，就是这丁基加保护啊，配合疫病的药啊，该灌两遍啊，应该呢，这个长呢真紧，对，当该控制掉嘞。提供给你做参考。好，时间的关系，来到。